男孩女子乐团 QWER 由两位人气创作者、一位日本前偶像以及一位知名 coser 组成，四人凭借出色演唱实力收获不少粉丝喜爱。今日组合即将推出第二张迷你专辑回归，日前成员们与制作人 Kim Egg 也一起登上了金圣圭主持的 YouTube 节目。期间，金圣圭好奇询问成立组合需要多少成本，对此制作人表示，推出 QWER 的成本很低，只有传统偶像的10%，整体制作成本不到10亿韩元，且成员们仅当了半年的练习生就成功出道了。对于一般偶像，通常需要5年到7年才能获得第一次结算。QWER 则透露，他们在出道10个月后就已经拿到了第一笔结算，但只有1200韩元，大约等于1美金，让金圣圭傻眼直呼这是奴隶合同吧。制作人见状赶紧说道，这是娱乐频道，不是财经频道，幽默地转移了话题，引发现场笑声。